喜欢了我5年的女生，在她家借宿的第二天，我竟然不小心亲了她。奇怪了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？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离我那么近。说吧，这事想怎么解决？哎呀，我不就把你们拆的快递当成垃圾扔了吗？你也不用那么小气嘛。你扔我的东西，你还说我小气？ 那个，你温柔一点嘛，你脾气这么暴躁，以后可找不到男朋友。是吗？那我就不找了，我觉得你就不错。哎，别，那个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行了吧？哎，你，不是这个台阶儿，这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刚才拉我的时候太用力了。 你怎么了，晨晨？你把我快递扔了，又亲我，你说我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扔你快递又不是故意的。那亲我呢？那也不是故意的呀，只能说是巧合，不小心的。你说咱俩现在都住在一块了，你又亲了我，咱俩关系是不是可以确定下来了？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笑啥呀？ 你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！哎，当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了。这不行，肯定不行。那个快递我会赔给你的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快递先不说，你亲我那一下，你拿什么还？这个，要不这样吧，哥来，咋了？你再过来点，你让我亲回来。 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